在意原执政，写予索加仁波切最后一封批来电，伊安尼家己私名为最差劲的学生。经过勤节念佛节，在一边的干净的即将结束时阵，大家抬头看到伊，伊停落来，伊是着晚风。一生看过这么多沧海桑田，这么多年轻的人气势，这么多跟我同年纪的人气势，这么多老人也气势，这么多高高在上的人定下来了。真多卑微的人爬起来，真多国家变动，真多纷扰危机，真多战争甲瘟疫，真多恐怖事件，遍布着整个的世界。这个改变拢只不过是南柯一梦。当你深深关照的时阵，你就可以发现，无有对一项物件是恒常的，一切拢是无常的，即使是最微细的魔法也得改变。这不是理论，只是可以切身知影，甚至有亲目睭看到的代志。
了死亡，咱的生命无其他的结局，那亲像海洋是河流唯一的归处。死亡的时阵，修行是咱唯一的依赖；一生所行的善业，是咱唯一的朋友。与其去追求难以触摸的梦，你应该让自己的心安住在宁静无扰的禅思，离开烦乱散漫，一直到对空性的了悟，成了你的觉受不可或缺的一步。修行的本质并无任何奇特的所在，伊的实质就是反复的深入咱的心上熟，并且改变伊。若无，这个宝贵的人生就会被浪费。道德，阿弥陀佛。佛法也不是光打坐研究，这是基本，重点呢是要去实践。那虽然我们大家很喜欢放生，把鱼哦放到大海，好快乐，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工作。那那些要被屠杀的众生，我们要救啊，比如说牛啊、羊啊、猪啊、鸡啊，那救来怎么办？那所以我们要成立护生园区，要有土地，要找很多人，又要建筑。所以希望各位呢也不断的关心这些，中华护生协会就一直在推广这些，在台湾将近20个地方，大大小小的土地水池养了这么多我们的父母众生。虽然它的外表是牛啊、是猪啊、是鸡啊，但是他们也是我们的父母。更重要的，我们4个护生园区是专门养狗的，至少有3000多只的流浪狗，但是各位，流浪狗啊更需要大家关心，所以希望各位多赚一点钱，多护持护生园区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多救这些即将被屠杀的流浪狗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：
500-16766，500-1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有一天梦会醒。应化于娑婆世界的佛陀灭度后，佛弟子们为意念佛陀而开始塑造佛像。至今寺院中常见的佛像分别有站立、趺坐及吉祥卧。结跏趺坐的佛像传达出平静至定的力量，立像则有以恢弘平等的心量，积极牵引众生之意。呈吉祥卧姿的佛像带来自在安详、宁静淡泊的感受，一般又常以卧佛的样貌来作为涅槃的意象表征。涅槃是梵语，又名泥槃，中译为灭度，有灭除烦恼、度脱生死的意思，是诸佛圣者历劫修行、积行一切功德所同证的圣果。玄奘法师另将其译为圆寂，圆是具足一切福德智慧，寂是永离一切烦恼生死。以娑婆教主释迦牟尼佛而言，在菩提树下金刚坐，夜睹明星而悟宇宙人生的真理，开显人人本自具足的清净自信，即为涅槃的境界，也是学佛修行者修习戒定慧、行持四摄六度所共同心目向往的归去。一般常称佛陀肉身入灭为涅槃，是指无余涅槃。亦如《大智度论》中所说，佛终夜入无余涅槃，是不仅烦恼断灭，且所余色身已归于灭尽的意思。神遍月的殊胜功德。神遍月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降伏外道流士，显扬佛法圣教的殊妙吉祥佳日。据佛经记载，神遍月时，无论是造作善业或恶业，其功德过失都会增为10万倍。若在神遍月期间精勤行善，如斋戒、礼佛、供灯、护身布施、诵经等，精进修行，可借此机会迅猛地消除宿业，培植福报资粮。西藏佛教不分派别，均特别重视在神遍月期间奉善止恶，随力依圣语依三门而广行善业。若能共同修持各种善业，其功德福报更加不可思议，因为所有参与共修者均可同时获得共修的全部利益。因此很多寺院都会特别于神遍月举办盛大的法会。